1月6日晚，王诗龄在小号上晒出自己的油画作品，是一幅海浪作品。这幅作品大气磅礴，尽显海上波涛汹涌的壮观。王诗龄晒出自己的画室布置，墙壁上挂着他的各种油画作。12月23日，王诗龄晒出三亚度假片段，晒出的画面便是油画中的景象。王诗龄从小喜欢绘画，或许是受画家爷爷的影响，王诗龄的画画功底强。李湘、王岳伦曾晒出不少女儿的画作，孔雀图则非常出名，爸妈曾将女儿的画作拿出来拍卖做公益，价格高达10万元。2021年对于王诗龄来说应该不是那么一帆风顺，爸爸王岳伦的官宣文案一出，和李湘十多年的婚姻成为过往，李湘、王岳伦双双被拍约会新对象。不过父母离婚对他的影响并不大，他